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。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，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。是你会进到屋里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信息。这个房子目前的售价是574,953,341尺，四房三卫。他们家还有一个更小的户型，目前售价是475,000。啊，那套房子稍后会带客人去看，还在建筑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套房子样板间吧。这个房子的一层是9ft 的高，一进门这里是换衣服的空间。啊，这里可以换衣换鞋。啊，这里可以把外套放在这里。你看一下他们家一层的地面都是矿上的木地板，这里是一个半卫。这边来，这里是一个办公室，很不错的是楼，这个楼梯啊扶手都做成了镂空挑高，我们稍后去让你们看。现在往里面走，这边是地下室，他们家没有装修，我们稍后看一眼。往里边来，这个客厅也是开放式的，整个都是9ft 高。你可以看这个 sliding door 是推拉的，也是做了加高的到8ft，跟这边的窗户是进行了平齐的一个高度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家庭厅客厅，啊，这边客厅的旁边，这边是一个餐厅，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这个厨房可以容纳3个人的大舞台。你这边看这个厨房的这个柜面都是升级过的，都升到42英尺，然后所有的抽屉也都是做了阻尼，减少噪音。然后搭配这个不锈钢的金属啊，很漂亮。好，这一层我们就看完了，我们去2楼看一下。刚才提到过了啊，老手都是浮空的，镂空的可以增加这个视觉性。那个户型比较好的就是上到2楼有一个 loft， 然后一共有3个卧室。我们先进来看一下这个主卧，上楼左手边这边就是主卧。主卧也是这个2楼整个层高也是9ft 啊，然后这边是主卧的这个全卫，看一下他们家的卫生间啊、洗衣房啊，用的都是升级过的防水地板，不是之前我们看到的瓷砖。这是一个双人的加长的一个洗手盆，那边是淋浴房、泡澡盆，这边是衣帽间，很深很大，往里面是一个干燥的马桶间。从主卧出来，我们继续看这个上楼以后的另外一边。从主卧出来，我们先经过这个小的 loft 区域，你们看，现在是布置成了小孩的一个玩具图书的区域。往这边看，就是小孩的一个房间，这是2楼的第2个卧室。啊，现在布置成了一个婴儿房，那边有窗户。从这个房间出来，它的旁边就是一个超大的全卫，也是一个地面升级过了的，跟刚才那个卫生衣帽间的主卧的卧室的地面是一样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加大的一个洗衣房，所有的洗衣房卫生间都是升级了统一的防水木地板。这边2个卧室，往这边看，先看里面这个卧室，是一个海，也是布成了一个卧室。窗户外面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，你这边看。啊，这个卧室走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还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空间，可以堆放一些杂物，挺实用的，其实。这边是2楼第3个卧室，我可以往里看一眼。好，这套房子我们的1楼、2楼都看完了，地下室没有装修，我们下去看一眼。房子地下室都是不包含装修的，这里是留好的，将来要装修成卫生间的下水。啊，这边是窗户，可以隔成卧室或者是开放式的客厅。这家开发商最好的一点是他们家给做整个的前后院的 landscaping， 很多开发商是只做前院的，所以是他们家很大的一个特点优点。如果您对这个小区感兴趣，请尽快联系我吧。